对，来，来那个明天，明天还会还，明天会还，明天还会好吗？你好不了了，大王，你好不了了，说。最近想不开。你瞅你那睿智的声音，咋的想不开？想去漂亮。为啥？离婚了。哎，真的，你说离婚，上回那个若言呢？离完婚了一点信儿没有了。就是等着那个给开导开导，第二天早上领离婚证，完一连他麦睡着，哼哼打呼噜那小子呢？离婚女人没有花钱，房子还要分他，感觉很不公平。我想去漂亮那边找一个结婚呢。你知道漂亮离婚啥咋离吗？怎么离的呀？漂亮都不敢离，我跟他们说，漂亮绿了都得忍吧。那如果是对方没有出钱，这个房子也要分他吗？不但分，你一个月挣那点钱都不够交赡养费的。可是没有小孩呀。你赡养他。我是废物，我合理。你敢说这话，你就歧视，你就觉得男女不平等了，你就有可能再告你一条。那我找个男的结婚呢？一样，你也得赡养他。除非那我能跟你结婚吗？除非他捅你，跟我结婚？你打算头看你长啥样呢？我考虑考虑。我长得很难看。我看一眼。你拒绝干啥？你拒绝干啥？我看一眼。我认真考虑不行吗？不行。你这那个患者口音离婚都。他多余跟我说实话，他那媳妇能不能看着这段？能看着这段，我告诉你，多余跟他姐离吧，抓紧离吧。